这个是我们去年提了165.5亿，你还怎么整吗？脑袋都开了，你说这165亿都提了，都提成零了，一共就提了160，都提成零了，还怎么整呢？对。我从来没后悔过任何事儿，对吧？但是我想在乐视的事呢，首先呢，其实我在我们这个公司也投了投资，因为确实这是一个失败的投资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乐视网怎么办？乐视网，你说这个现在你怎么把钱给他吧？借他钱对吧？我就100亿，我借他100亿，我傻一点的。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